属于护法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设佛借一个因缘，跟大家来祝福。我们大年初一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法体安康，吉祥如意因为今天听说我们有拜忏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但是。在这个地方，师父想跟大家讲几句话。我们一定要听话、老实佛陀的教诲佛陀呢，在世一个人生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过得有幸福、福报、解脱、自在？要常常不断的去反省，不断的去检讨，不断的去改过，日日改新，最主要的不断的去忏悔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而且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是以业力做主，过去生我们造的什么业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，来世我们今生一定要把它做好。那要怎么样做好呢？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每一天不断的要去觉悟、去反省、去忏悔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新年当中希望我们一年有好的开始，今年里面能够好运，能够吉祥，能够如意能够心想事成。但是最主要的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好的开始都是从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的开始，你的内心怎么好开始呢？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反省，不断的去检讨，日日改过，日日改新，这样的呢，我们的人生会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。你在这个人生当中，你会过得比任何人更幸福。比任何人更有福报，比任何人更好运，比任何人更如意，比任何人更吉祥。所谓的年年如意，岁岁平安，这个就是我跟大家一种简单的祝福。我们一定要听话，一定要老实。在这个世间，在这个人生当中。我们都是无常的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要常常断恶修善，能够带得走的，我们要拼命分秒必争，好好来断恶修善，这个能够带得走的。所以祝大家在这个地方，祝大家心灵快乐，祝大家身体的健康，祝大家我们今年有好的开始。能够带来好运，能够带来吉祥，能够带来如意，最主要的，全部都是要由我们从我们的内心的开始，一定要从你的反省、你的检讨、你的忏悔，这个在这个地方祝大家这个拜忏如意，祝大家新年如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，有缘我们见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阿弥陀引领佛师父啊！法。吉祥啊！吉祥吉祥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师父。好，吉祥吉祥。